我是謝曉雄啦，咁我是寫小說的，咁而家我喺香港浸會大學嗰度教緊書。基本上睇我嘅作品唔會覺得係一個香港作家嘅作品，因為同香港嘅聯繫未必係一個咁直接嘅寫緊可以見得到嘅呢個城市，而係有啲發生嘅嘢係對你係好深層嘅影響。我想講就係除咗可見嘅風景之外，比較深嘅影響其實係價值咯。呢度嘅文化價值俾我嘅嘢會多啲。